长到咁高，真系睇得远啲。人应该望高处咯。估唔到法医圣手，除咗识解剖之外，解决问题都有一手啊！靠得住，又系靠得住。 当年我截住你方嗰份报告，你都系讲呢？你知道我要嘅唔系你一句bullshit。20年嚟无风无浪，无功不守禄啊！今次我要嘅系见老板，20年嚟我都系下线。你话噶嘛？人要望高处，老板要见嘅系完全信任嘅人，你未系。 恭喜你啊，宋安然！研发爸爸，有同刘志明相拥啦，我开心啦，系咪？点解个个都咁锡你？连个天都咁锡你？如果个个都咁锡我，有人帮我挡子弹就好啦。但系明明你就系罪魁祸首，我害死成所有人，点解？ 都好，我都系咁锡你噶。恭喜你啊！你以后要同刘志明开开心心、幸福，仲有帮宋立宏翻案呢？我功德圆满啦，报仇啦！份礼物送俾你。